Sera 上来就想刺脚。自己拿手的东西嘛，还是会比较习惯的用出来。但是他们有的时候刺脚也是假动作，哎，为了让你接后面那一下，对，就反攻你的手臂。真真假假还是哦。Vivian 非常聪明，你看一般的左手运动员相对来说，包括刚才跟右手运动员打，都喜欢站在剑道的左边啊。但是 Vivian 跟一般的其他的运动员不太一样，不一样。对，他是贴右边，对，他把他的第四保护好了，再加上他的第四防守，别人就进不来了。但是贴左边第三还是第，你们是第六，他也是会被封掉一些吧。对，但是根据他的技战术打法吧，他感觉外侧别人不太能进得去，对，都是往内侧走，一般都是往内侧走。原来连站位也是有一定的说法的。Vivian 打比赛很少轻易的退距离，虽然他是在往后走，但是他的距离 很少会放开，都是在控制，然后推一点点，然后控制。你看 Sera 这个脚下步伐就要比崔银珍要灵活很多，对，跳了半天他还是呢，这边出手没有反应。这一场双方的节奏感觉是在互相的控制，虽然是一个快一个慢，双方都在互相的牵制着对手的节奏。也是老对手了，Sera 进攻得了一分。刺脚很舒展很快啊，真的感觉好像距离都已经到了，刚才上下线的配合真的很快。冲刺单灯，虽然慢啊，这抓点的能力很强，只要有一点点空隙就进去了。第一局马上时间到啊，两个人都不打了。加快了，你看他节奏又加快了，节奏明显加快了，他很想把薇薇安给调动起来，调动到他的节奏里，对，肯定会相对比较舒服。哎，漂亮，他做的任何脚下的刺激现在薇薇安他就是不过敏，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很难受，你知道吧，我所有的假动作你都不吃，对，你都不吃。他慢，但是其实他压得很紧，所以他的打法更像是欧洲运动员的打法，虽然力量速度没有那么强，但它非常的长。对，冲刺单蹬，他很少有打单个弓步，偶尔一两件，对，都是以冲刺为主。对，要么你出来我防守还击，这个时机距离感抓得非常好。
现在在 Sera 换剑，利用换剑的这个时间再考虑一下自己的技战术的问题。他这个下蹲抢攻已经慢了，对方已经出来了再去做，本身 Vivian 手也比较长，高度也高，那肯定是来不及的，错过了最佳的那个时机。嗯，现在比分6-1。今天 Vivian 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啊。是啊，都在一直在自己的节奏里打，然后没有被调动，也没有吃假动作，非常的稳。你看，又是简单的一个冲刺。对。Sera 这边甚至都没有伸手，只是在拉距离，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破解冲刺的方法。护重。现在比分场上是8-2， Vivian 领先。对于重剑来说是一个很大比分的领先。对，重剑不像佩剑跟花剑追得那么快，特别是佩剑啊，很容易追回来。因为重剑组织进攻是需要时间。这剑没有超越，还没有完全交叉。 对， 对，没有超越，没有交叉，还是得分有效。对，你看，没有完全，没有完全超越。我们重剑所有的超越是整个身体的超越，对，包括脚吗？应该是看肩膀，看肩膀，对。你脚下即使脚下超越，可是我们俩肩膀贴在一起，这样子的话还是不算是超越的。裁判员判这件得分，没有整个的完全超越。这薇薇啊，防守环境刺出去，他真的是很舒展。哪怕这一下刚才并没有，但是他这个动作也是完成了的。就很多我们一些运动员喜欢动作做一半，嗯，可能没有那么自信吧。对对，感觉这下没有就收回来了，包括防守也是防了一半。对对，其实他这一件还是抢攻，看起来他只是一个简单的伸手，这简单的直刺，但是这个时机非常重要。还有一个，他的防守动作很小，你看他的距离拉开，你也感觉他是不紧不慢的。对，但是他的距离非控制得非常的好。摔倒了，裁判员还急了。对，急于进攻。距离要拉开，开始的时候应该双方运动员手臂伸直，渐渐不能交叉。到警告线了。看似很慢，但是你跑不掉，真的是很难受。而且在好几个手上交锋以后，还一个这么舒展的进攻，对，你感觉你有力跟他打，你使不上去，对吧？好像打在了棉花上。又到了警告线。你看他甲防第四过来转换第六的时候，手上动作真的是非常小的，每一个动作都是做好了准备。对啊，马上第二局时间到，现在场上是大比分拉开，
Vivian 11-3领先。第三局开始，他肯定会加快，不打就没有机会了，也没有时间了。对，三分钟分差八分还是非常大的。啊，公布打一半，还是他拉开的那个距离特别恰到好处，就像我们中国好比太极一样的，你的力刚发完，你要回去的那一下，我跟出去，就让你很难受。这个距离的控制真的是炉火纯青，这个真的是要具备一定能力。抓了别人上步抢勾那一下，前面一件我拉开，这一件你觉得我会拉开，可是我也往前抢了。整场比赛都是 Vivian 在控制。他的抢攻很有效，你看到吗？赛点。啊，这件刺到手了。今天这个 Sera 的脚下跟手上的得分都不多，前点得分都不多。嗯，这一场他没有太多的有效得分。整场比赛他的优势都在被压制着。啊，简单的抢攻得分，还是抢攻，比赛